好，我们是台湾真第一个民主盟友。首先要感谢欧洲议会过去两年啊，一共通过了25项的友台决议案，包括支持台湾国际参与，关切印太地区安全战略、台海权势、中国对立陶宛经济胁迫，敦促台欧盟半导体经济合作，及呼吁紧速洽签台欧盟双边投资协定等。借此机会，我代表台湾国会向啊议员阁下及欧洲议会致上最崇高的谢意。台湾是华人文化圈的民主堡垒，在国际民主版图逐渐缩减之际，我要呼吁国际民主同盟国家积极合作，共同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，以力进一步催化中国境内的民主化。期待不久的未来，中国全体人民也能够跟我们一样，过着自由、民主、快乐的生活。